不能杀，你们。 出来了，我在里面找到一个洞口，把你背出来了。醒了就睁开眼睛看看，真的出来了，看看。小程，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程。 把我送回来的，怎么了？你认识这儿？这是我家后花园。这你们家后花园？你怎么把我送回来的？啊，你在洞里面晕倒了，我就找到一个洞口把你背出来了。好了好了，先别想这么多了，你们家后花园，那你房间在哪儿？走，我扶你回房间。 是没明白，你们两个是怎么逃脱的？你怎么把我送回来的？我们不是在地洞里吗？
后来在地洞里，你不是晕倒了吗？再后来我就把你背回来了。好了，别想了，我们现在安全了。你好好休息啊，没事儿，放心，这事儿只有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，咱们俩谁也别说出去啊。嗯。还有，你已经知道真凶是谁了，现在真凶也已经死了，你就再别管了，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为什么？这件事陈建峰不会罢手的。 就是因为陈建峰不会罢手，我就不想我们俩都搭进去，我一个人扛上就行了，你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这样很危险。是危险啊！你再搭进去，除了增加你自己的危险，没有任何意义。陈建峰肯定不会放过我，他肯定还会再审我。如果我交不出真情报，我、小白玉、我们家人可能都要受牵连，你就别再搭进去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承担责任，他会杀了你的。行了，这事儿娘们别插手了。 别担心了，我死不了，我要死，我早被他们整死了。你没发现吗？我命挺大的。少成，好了，你脸太脏了，我给找个湿毛巾擦擦啊。小梅呀，你可回来了，你这一晚上跑哪儿去了？我都担心死了。啊，杨先生，你们俩这是怎么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受伤了吗？秦毅，给叶梅。 站长，您怎么早就来了？事情没有一个结果，我怎么能睡得着呢？杨少成回来过没有？还没有，不过您放心，只要见着人，我们立刻把他请回站里。雪儿跟呢？他说这大白天的出不了什么事儿，没必要这么多人守着，晚上再来。这他妈混蛋，他是站长还是我是站长？擅离职守。 少成哥，少成哥，你在里边吗？木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到川剧园就是为了找你。哦，这是刘川，刘辉的朋友。少成哥，我认识，刘辉的朋友。对啊，刘辉的很多朋友都在找你。我来不及跟你说那么多了，陈建峰带了很多便衣特务来抓你。少成哥，你得赶紧跟我走。不，我不走。为什么？
我们这儿有个小秘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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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这儿有
不送！别动！把杨绍成抓起来！你们抓我干嘛呀？刚才你们没听见枪声吗？有人要追杀我，你们应该去抓那个人。什么人追杀你？暗杀夜司令的日伪特务，一个领头的。你们应该去抓他。你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？山洞里。什么山洞？装军火的山洞。装军火的山洞。对。好啊，那你现在就带我去。好啊。你们放开我。 放了，走。就这儿，里面确实有不少枪支弹药，还有炸药包。不过发生爆炸，全都炸没了。我跟叶梅跑得快才出去，也不是跑出来的，实际上是被炸了。你看这半边山都炸塌了，折腾了半个月。 什么都没捞到，继续炸。是。撤。那些绑架你的特务呢？那些人上哪儿去了？应该都被炸死在里面了吧？没被炸死也应该被活埋了。不过还有一个，他根本就没进去，胳膊受伤了，估计一天半天也好不了。你赶紧派人去抓吧。你认出那些绑架你的人吗？认出来了。谁啊？那事儿不好说吧，有时间我单独跟你说。 少啰嗦，说吧。是你们家人，你们陈府的管家谷幽峰，他一直跟日伪特务勾结。杨少成，别胡说八道，在这血口喷人啊！怎么是血口喷人呢？不信你今天回家看看谷幽峰还能不能回来。他要真回来了，那就是借尸还魂。行了，我该说的全说了，这军火库也炸没了。以后别再纠缠我啊！我要该回家了，再见。 卑职已经亲自去过那个山洞了，全都给炸毁了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辜负了主任您的重托，卑职愿意接受处分。对，顾华则是他给杀的，那边假山还经也是他给的。是，他是把我们耍得太久了。是，我明白。不这样做。 我们军统就会名誉扫地，请主任放心，我会坚决处置，秘密执行的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大少爷回来了。 回来了，儿子，终于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妈，终于回来了。妈，好了，您别哭了，别难受啊！我这不回来了吗？我们到底是造什么孽呀？你要白白给我受这些罪呀？好了，您别哭了，妈，您别哭，你哭我也难受。你看我这回来了，你也哭，你不高兴还是怎么着？那我走了啊！不许动！想走就走，想回来就回来。 是想活活气死我，伯母，别再难过了，他好不容易回来，你应该高兴啊。就是啊。怎么了？是不是饿了？去给你弄点吃的。你看，还是小白玉疼，真饿，饿死了。我是疼你，可是你一装装事儿，要把我给疼死。妈妈看看，瘦了，下巴都尖了。在外面吃的挺好的。哦，对了。 见您故人，这位是你的木兰表妹，还记得不？小时候你们两个这样好了，当然记得。木兰长这么大了，真是女大十八变啊，长这么水灵。陪少成哥哥好好聊聊，我去厨房吧。好，妈您忙吧，我们正好叙叙旧。 你去告诉你那。
那些林辉的朋友，我就不去找他们了。这段时间我够累的了，我以后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瓜葛，懂不懂？你帮我传个话，就跟他们说我没有对不起他们。这段时间我遭了这么多罪，他们也没早过来找我。现在太平了，互不相欠，各走各的路。少成哥，这事儿以后再说。看着你能回来，你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的。傻丫头，我也很高兴。站长，什么事儿？我刚和主任通了电话，主任很生气，那么多的军火，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找到，可真找到了，最后一无所获。都是这个杨少成，站长，我总觉得他在耍我们。是啊，你说我们就让这么一个小商贩给耍了，这军统的颜面何在？是啊，站长，咱们绝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他。您说我们该怎么办？看看，是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后来不是钱输的太多了，我没给就往外跑，然后赌场的保镖冲我开了一枪。开了一枪？啊！我现在知道厉害了，以后再也不敢去了。怎么那么巧？早上大街上响了好多枪，就在杨府附近。我记得他杨少成跟我说过，他还打中了一个汪伟特务头子的胳膊。你也听到这话了吧？啊？我问你听到了没有？说实话，站长，我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他说了好多的话呀。他不是还说你爹那管家古又峰是什么来着？乱说一通，这家伙就是条疯狗啊！他见谁咬谁。我不是跟您说吗？从头到尾，我就觉得他在耍咱们玩。杨少成从一开始嘴里那就没有一句实话，为了推卸责任，不定从哪儿编出个汪伟特务来。您可千万不能犯糊涂啊，站长。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很糊涂了？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啊，站长，有些事儿说出去，你我可都是百口莫辩。这杨少成的话，句句都是假话，千万不能当真。就是贪财，一时糊涂触犯了军纪，就请站长放我一马，我愿意鞍前马后的为站长效劳。这次还是请站长饶了我吧。古又峰的事到此为止。啊，一定一定，我绝不敢透露半个字。二哥啊。以后千万不要为了这点小事去赌命，要是真传出去了，名声多不好啊！是，站长教训的是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瞧瞧，都是些什么破事儿！哎，哎，站长，我还是觉得。咱们绝对不能这么轻易地放杨二成走了，啊！站长碍于情面，有些事儿不好办，那就交给我来办好了。你知道，
郑主任是什么指示？哦，这个卑职不敢妄猜，还请站长明示。我愿意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 干什么呢？你们这是？我又不是外人，欢迎什么呀？都各忙各的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别，都站着别动。少成，你是掌柜的，你回来了，他们就应该这样。哎呀，什么应该这样？都各忙各的啊！都别动，少成，我好不容易才把他们调教成这样的。 川剧园不是小摊贩，川剧园是大营生，大营生就应该有大营生的样子。那个小白玉，我不在这段时间，川剧园的生意多亏了你了。现在我回来了，我既然回来了，你看你能不能就别管了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那个我的意思是。 我能做好川剧园的生意，你一个娘们儿，你不，你一个姑娘家，你没必要操那么多心，对不对？杨少成，你哪天娶了我，我就是这儿老板娘，我应该操这个心。哼，这川剧园谁给你要回来的？怎么连个谢字都没有啊？什么意思啊你？啊，行。 那我谢谢你，小白玉，我谢谢你啊，我谢谢你啊！你回来不吃饭了，大少爷。哟，妈，这上哪儿啊？我出去一趟。小白玉不是说了吗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聚聚。我出去还有个生意要谈，你们吃吧啊。 大少爷，您谈生意也得吃完饭再去啊。那个小白玉，我真受不了，我这惹不起，我还躲不起吗？我不吃了，你们吃。哎，大少，他跟你说什么嘀嘀咕咕？没什么，他就说真有个重要生意要谈。那就随他去。 叶梅，我刚听到个消息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什么消息？行动队又把杨少成给抓回来了。什么？他们都这么说呢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看看。你别去了，消息不知道是怎么传出来的。间房里面并没有杨少成，你说这事奇不奇怪？哎，都说了不在了，你去也白去。 陈剑锋，陈剑锋，哎，叶梅，找陈站长，你看见他了吗？他去重庆了，向总部政治人汇报工作。去重庆？是。哎，徐队长，我听说你们行动队又把杨少成给抓回来了，是不是真的？没这事儿啊，那谁说的？抓没抓？ 人都放了，我们怎么可能再抓回来呀？啊，再说那事儿已经过去了，我们怎么可能没事找事儿吧？那我可听说你们抓了。叶梅，现在社会上的谣言还少吗？有人还说我是日伪特务呢，你信吗？要我说啊，叶梅，杨少成这人，那不是个省油的灯。 他没准在外面得罪什么人，让人给绑了，这都有可能。只是这事儿啊，别往我们行动队头上推，这不太好。得。
舅，你不能想想办法？我不管。舅舅。哎呀，你说这事儿有没有都不一定的事儿，你让我怎么管？一定有的。陈建峰去重庆，他不能不告诉我们啊。他都好几天没给我打电话了。他要不心虚，他躲什么？他一定是要杀杨少成。他要杀杨少成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杀吧！舅舅，他是为了我爸爸，为了我才惹上这件事情的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！陈建峰要干的这件事儿，我管不了，军统战不归你舅舅管。再说了，为了你父亲的那些军火，我豁出去了，跟陈建峰死扛，这都没把他吓唬住啊！啊，你是让我把军统战踏平，那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。好了，小梅，你舅舅有难处，他能办的一定都替你办了，别逼他。哎呀，逼也没有用。哎哎，我这他还来脾气。这事儿您真的没办法了。没有办法，这种事儿惹不得。别吃了。喂，是。哦，他在，请等一下。小梅啊，电话。陈建峰吗？是个女的。喂，你是少成什么人？我是杨少成的妹妹，我叫田木兰，请坐。找我有事吗？我就是为了少成哥的事儿来找你的。我们做什么的？要你一起去救他。救少成？救你和我？还有川剧园的弟兄。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，但凡有一线希望，我都会去争取。但你不知道军统战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，枪口下救人，没那么容易。这些我都知道，我就想问你，这件事情你到底干不干？我可以豁出命的去干，但不能搭上你和那些伙计的命。他是因为我而起，我会想办法的。你没有办法的。你想去找陈天峰吧，没用的。就算你找到他，命令是来自重庆的最高层，就是你们军统局的二号人物郑主任的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你不用管我怎么知道的。我还想告诉你，郑主任的口头指示是坚决处置，秘密执行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明慧的朋友。参与这次行动的都是林慧的朋友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林慧而起。他把杨少成拖了进来，我们就要负责到底。你说你愿意豁出命去干这件事情，我很感激。你怎么了？好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只要能救少成，只要少成能活着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我知道少成哥被关在哪儿，而且关他的牢房只有唯一的一把钥匙，就在徐尔根身上。他每天晚上都会蹲守在杨少成被关押的地方，我们得想办法把他引出来，才好行动。徐队长，哎，徐队长，
今天晚上有时间吗？不是，什么事儿啊？你最近好像很忙啊，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逮你一回可真不容易。您快别这么说，我的叶大小姐啊，我就是一个小当差的，每天就是跑跑腿儿。你有什么事儿，只管吩咐。你跟我舅舅很熟吧？那当然了，我可是他的老部下。 当年我在他手下当过2年连长呢，承蒙他老人家还记得我。是这样的，我舅舅来这儿就职后呢，在这儿有他以前48师一起攻过市的军官，说要一起去一去。舅舅想摆上几桌，时间是今天晚上7点钟，在福仙楼，你看。叶梅，我真的很想去，只不过今天晚上有事儿，我得值班。嗯， 那就请个假嘛。实话跟你说吧，叶梅，我首先啊，我很感激司令对我的邀请。可我就是一个小连长，我估计去那儿的每个军官级别都比我高，我去不太合适。怎么会呢？您在军统局当行动队长，现在都升到中校了，很了不起了。是吗？当然了，舅舅很看重你的，他说。 如果你去了，他脸上可是有光的。司令是这么说的。那这次你要是实在没时间，要不就算了，我回去跟他说一声。哎，别，我去，我现在请假去。你这司令这么邀请我，我不去太不识抬举了，是吧？哎，我去。那可说定了。好。哎，谢谢你啊，叶梅。 干嘛不去？杨少成。
叶梅违反军规，私自放走了你。你要不投案自首的话，我们就只能让叶梅替你顶死了。杨成，你要是个男人的话，就给我出来！少成，快跑，跑得越远越好，别回来！杨成，我警告你，一分钟之内你要不出来的话，我就在这处决了叶梅。少成，不要冲动。 少成，别冲动！你这是去送死，知道吗？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叶梅被我送死。少成，万一他们想让我们勾引，他们拿叶梅走不了。你看刘川，赶紧去隐蔽几天。我怎么可能隐蔽呢？他们分明要我的命，我怎么可能让叶梅替我挡？让少成，你这样牺牲没有任何价值。我管他什么狗屁价值！少成，石根，我在这儿。 就是根，算不算个男人？老子在这儿，有能耐朝我开枪！你绑架一个小姑娘，算什么本事？少成，少成，你要不认少成？ 杨少成，你真是条汉子啊！我很感动。可你别忘了，叶梅是我的女朋友，我的未婚妻。杀你我没有选择，但我永远都不会对我的女朋友下毒手的。陈建锋，无耻！叶梅，你骂吧，我无所谓。 杨少成口口大大，我居然还这么爱你，我都不忍心伤害你，还要我怎么样？杨少成，不是我要杀你，是重庆方面要我杀你。好，只要你放了叶梅，你杀了我，我不怨你。叶梅是我的女朋友，我比你更心疼她。 执行枪决。执行枪决。